Hello 大家，我现在要出门去机场，因为我妈她要来香港找我，就是我刚搬新家嘛，她还没有就是来过这里，她想要看看我现在就是租屋的状况什么的，顺便就是来香港走走吧，因为解封之后她也没什么机会出国。然后三天之后呢，我会跟她一起回台湾，因为我这次放假还放蛮多天的，这样 OK， 那我们出门。吃东西吗？这边有 WiFi， 我刚好连 WiFi。我坐在那边吃东西，结果我妈远远就看到我自己过来找我。刚到我家放好行李，现在陪我妈出来附近的商场逛逛街。这里都是就是跟我妈妈同年龄层的一些店，她逛的还蛮开心的，一些服装店这样子。行程逛菜市场，我们逛了这边的传统市场，然后就是陪我妈在附近的商场稍微逛一下街。那现在我们要坐轻铁去，就是有户外可以坐下来喝一杯的地方。大家，今天是我妈来香港第二天，我们将要出门去大澳。其实我好像来香港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去过大澳。我看现在就是发展很多那种小吃啊，还有逛街的地方，所以我想说，就是带我妈去那边走走。然后我们刚刚已经在家里面吃过早餐了，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妈吃什么好了。今天在便利商店买的这个是这边的 OK 买的三明治，台湾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是 tuna 口味，还有港式奶茶。到吗？对，就是这边蛮有特色的住宅，叫做棚屋，就住在水上的，有很多现在里面都还有住人哦。这边有这种就是看海豚的观光，一个人只要40块，就是看这边的特色粉红海豚，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要去。
Another glass of wine, you know it's time.